我看别人打卡地图时。今天这张图好玩不难，但就是有点长，铺的我手都快废了，一步一铺是真的难受。不过当你打完卡，这一路的辛酸都值了。所以跑到一半的蛋仔千万别放弃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里面的平台有点小，人多建议抱起来。打卡地图时，刚才看见大佬玩的这图，感觉很好玩，而且大佬还说这图好玩不难，嘿嘿，我今天说什么也要打个卡。这图一直这个样子吗？好像是的，眼睛要瞎了，哈哈哈。不行，大佬都说了这图很好玩，我说什么也要去终点打卡。这图不好玩，退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我也就跑了45分钟，问题不大，嘿嘿。不过只要能看到最终的画面，我也就满足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快走，一起去看看。去你丫的！不要啊！我还没打卡的，谁说的好玩不难？这明明就是好男不玩，防不胜防啊！